聊哎，明明住在同一个屋檐下，干嘛还要用手机讲电话？好啊，那我过去了哦。不可以啦，叔叔妈妈会发现。穿上洋装，看着手表，时间快到，心砰砰的跳。你每次都让我吓一跳。我想做坏事的时候，警察也抓不住，更何况越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。接吻怎么能算是坏事啊？我想做坏事的时候，警察也抓不住，要我更坏吗？我敢哦。你很烦耶，还在胡思乱想什么？明天篮球社又会山上集训，你最好赶快给我睡觉。要是起不来，我一定不会管你。谁要你管呢、啊？我要睡觉了，不理你。月，干嘛啦？虽然隔着一道门，但是我还是可以感觉到你就在我身边。我觉得这样很好。晚安。空气中有阿蒙的味道，所有的不安好像全都一扫而空，因为我们的距离是这么近，那么我们的心应该也是吧。许愿啊，快点啊。许愿，许愿，许愿，快点，许愿。喂，妈妈在。对不起，许愿，真的许愿，好不好？那行。耶！二十岁的第一天，我就二诊到恶魔。嗯嗯嗯。你完蛋了。我喜欢你的全部，你的优点缺点我都喜欢，我连你的缺点都喜欢了。那我什么缺点？你说说看啊。你的缺点可多的嘞，像爱发脾气啊，没礼貌啊，你这个大恶魔。我相信找不到有比你更好的人。我就喜欢，当我最恶魔的时候，你会拯救我。真是不敢相信，我刚怎么都没看到哦。可是我应该看清楚一点啊。尿色了。小月的彷徨，你是真的不知道还是在装傻啊？你为什么要伤他伤得那么深啊？如果掉温柔的话，就听不到他真心话。
是信得来，是坚定不移的心情。就算是骗我也好，我希望他其实想对我说，现在的分隔两地是为了两个人的未来。不要让我一直给你啊，你会拿包包丢我，就表示你还是想跟我继续交往下去，对吧？因为我说我们可以分手这句话，所以你生气了，对吧？你是什么意思？你为什么要试探我？不，我只是在赌，赌你能不能原谅把你丢下一走了之的我，还有你会不会永远都想着我。你很过分。我知道啊，可是我得到答案了，不是吗？可以算我赢了吗？你明明就知道我答案是什么，为什么还要问我？那我呢？我想要的答案为什么你一句都不提？我不知道啊。你怎么可能不知道？都没有想过啊。如果你去了意大利都不回来了，那我喜欢上别人怎么办？你不是跟我说过你不会告诉我要我等你？那我是怎样啊？有其他人追我，其他人喜欢我，我就跟他们在一起哦？你有没有在听呢？今天雨下好大啊。如果你真的让别人想跟他们交往的话，就让我单恋你一辈子也无所谓，因为我预感一秒的安慰是我想你的滋味，每天的滋味，我会一辈子只喜欢你。甜蜜的安慰，尽管你从不曾说累，你寂寞的夜我发现对你总不够体贴，一秒的安慰是那思念的。你以前都没有跟我说过这样的话，这就是我想要的答案。温柔的安慰让它流入你的心扉，给我还是是你自己说不要回去的。是我说的没错啊，可是你不能把责任都推给我吗？就说是酒后乱性嘛。可是我明明就很清醒。那要还是不要？是我想跟你在一起，可以了吧？你现在一定觉得我很鲁。嗯，真的很鲁，不过鲁得那么可爱，所以好想知道你的一百分会给怎样的人。亲爱的你，不要再陌生，增加我戏份，我想问亲爱的你，把感情深情人，可不可以告诉我标准，不要让我一直
为什么？不为什么啊！喂，你把头转过去，我要换衣服呢。那我把眼睛闭上吧。不准睁开啊！昨天晚上都被我看光了，现在干嘛还遮啊？我们家姐姐为什么没有遗传到阿姨的好身材呢？喂，啊！昨天晚上我们一共是几次呢？你还记不记得？哪有人把这讲出来的啦？还有啊，你昨天一直跟我说阿毛，我爱你。哎呀，我那时候哪有讲话？虽然我心里是有这样想啦。你笑什么啊？看你根本就不想穿衣服。打死了，把衣服还我。对，我承认。圣诞树代表属于我们之间幸福的形状，将这份幸福送给你，就是在这个季节里我对你的承诺。为了我曾经说过的每一个承诺，